开始吧。想要进入全国赛，拿到前三，至少需要达到一级运动员的标准。你现在的成绩还差40秒，我们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达到这个目标。米家有全省集训，你有我的特训。别含胸，注意脚掌发力。想要跑得更快，光练的还是没有用的。首先需要调整你的跑姿，注意手臂摆动，有了正确的跑姿才能事半功倍。